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。须菩提，于以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？须菩提言：如是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佛言：须菩提，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，转轮圣王即是如来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意，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这一品的大意是，佛陀问须菩提：须菩提，你认为怎样呢？可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吗？须菩提说：可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佛陀说：须菩提，若可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那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，那转轮圣王即是如来。须菩提又说：世尊，现在我理解佛所说的意思，不应当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此时世尊说了一个偈子：若以色戒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这一品佛与须菩提的问答很微妙，一定要知道他们站在怎样的角度交流，否则我们就会纳闷，须菩提怎么会答错佛的问话呢？在经文的前面，佛已几次与须菩提探讨过关于如来的生相问题，如第五品，须菩提与意云何？可以生相借如来福，福也是中，不可以生相得借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生相，即非生相。佛告诉须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借诸相非相，则借如来。第四三品中，须菩提与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借如来福，福也是中。何以故？如来说三十二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我们可以从前面的经文中看到，须菩提在前面所有的回答都是不可以以某一种特定的生相借如来。但现在这一品，为什么当佛问须菩提与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福，须菩提言：如是世尊，可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因为此时佛立于如来真空之境，与他交流第一义谛。我们从第二十一品中看到，佛否定了须菩提提到的众生的存在，说众生是个假名。第二十二到二十四品中是须菩提在提问，佛谈到了无上正等正觉是不着一切相的平等与无所得心。第二十五品又否定了凡夫的存在，说凡夫是假名。其实在这几品的对答中，佛已意在令弟子们不再着相后，抛开人是凡夫众生的知见，该从闻法者的角度进入如来真空境界了，已不能有闻与所闻、观与所观了。而须菩提一时未能领悟，未能安住于如来的真空境界中。但须菩提知道真空生妙有的道理，如来真空之境可以示现一切相而无一切相。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可以以任一相来观如来，借任一相即借空性，即借如来。正因为须菩提了知这个道理，所以他说可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须菩提这样答，对执着色空不二相的弟子而言，听起来并没有错，但对着如来定相的众生而言，回答就有失偏颇。所以如果此品放在前面讨论，这句话的后面可能会加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但现在须菩提并未这样说，因为须菩提与佛探讨空性的视角已转入色空不二的角度。性相亦如，弟子们已不能停留在意识层面，用真或假、性或相来分开了悟真理了，而是当下性相都不住透过去。因为佛在前几品反复提到如来真空之境中无念、无心、无一切相，而在此基础上，如来说法、如来度众生、如来说有我，每一位众生都具备如来此品质。
而须菩提从一开始探讨空性到现在，虽然内心深处诸相层层破，但他的关注点始终放在面前的佛陀上，说如来之境也认为是佛陀的如来之境，自己此时并未安住在与佛同等的位置上，故他在对空性的回答中还有一个我、佛以及问答。须菩提与佛还是两个，所以未证果位的人即使已领悟佛的见地，已开悟，但仍需时时觉照自己言行的角度，否则亦有微细的执着偏离空性，只有安住在果位上才算真正证得。所以此处佛又轻轻问须菩提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。如果此时须菩提已安住在如来真空之境，他即会会意佛说的话，根本没有一个须菩提能观，他拿什么来观呢？也无有一个如来三十二相可观，能观的所观的都应空，因为无须菩提，也且也不会有如来，因为无我无人，故也无如来三十二相。须菩提显然有对空性圆满的知解，但一时未安住在如来真空之境，仍然在回答中滞留了我相佛相，有我在观，而佛提醒的是须菩提此时应与如来是一体的，故佛马上否定了他的回答，并说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转轮圣王即是如来。佛用一个例子来否定了须菩提刚才的回答。在佛教经典中传说转轮圣王功德很大，他出现于世可以一统天下，而且身体上天生具有如来的三十二种功德之相，但没有八十种随行好。佛说如果你这样说，转轮圣王也是如来了。须菩提马上明白了佛的角度，说世宗，现在我理解了您的意思，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这是真空的启用，观如来三十二相，心中实无三十二相，故如来无相。这一品的最后，世宗说了一个寄送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佛的这个寄送是站在如来真空的见地上说的。如果行者真的想了知如来是什么样，就要了知佛的空性智慧，否则即使你在禅定中看到满天神佛，也不能算真的有一次见到如来。真正想见到如来，要了悟自性，了悟如来真空之境，了悟每个人本质都是佛。看到这首偈子，想到一位同修问我说，佛说不能以音声求我，不能以色见我，那观世音菩萨说闻声救苦，切处祈求切处现，阿弥陀佛说临终呼唤他的名字，他就会来接引，这不是让我们行邪道吗？金刚经中佛的寄送是立于如来真空之境中，告诉所有发心求取无上正等正觉的弟子们的。如果一位修行大乘佛法的人心中还找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佛相、佛法相等，是无法回归成就佛果的。而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的角度是空性在时空中慈悲方便的视线，是帮助那些在苦海中无力自拔、走出烦恼绝境的人，一个谈真空，一个谈妙用的，这是两个角度。佛谈的是如来真空之境、果位境界，是众生要想从梦中醒来必须有的见地，而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的行为则是进入众生的梦中，帮助接引那些梦到自己正在受苦受难无法解脱的众生。我们学习佛法要有佛学的空性正见，也要善用慈悲方便，在空性正见的指导下入世行菩萨道，以种种善巧的法门接引救度众生。还有一些行者引用佛的这首偈颂，对一些谈自己证悟境界或神通的人进行攻击和诽谤，认为这些人是在行邪道，或直接说是走火入魔。其实不管这个人在说什么，首先是看他是否执着这些神通境界，是否在炫耀或以此想获得名闻利养。如果不是，只是行者疑惑求问，
或者想告诉别人自己在某一境界中的领悟等。而行者的戒底是佛的空性正见，那就不可以说他是在行邪道，诽谤他就在造口业了。佛在第十八品中也说，佛有天也、慧也、法也、佛也，当然也有天也、慧也、法也、佛也的境界。即使佛谈这些境界，我们知道佛是在了知一切相虚妄的基础上谈神通、谈法力无边、谈无量无边的佛土世界状况，我们不能以此来诽谤佛，但也是因为众生实在是太容易执着这些相了，有时不执着肉眼所见，却执天眼所见。所以后世很多师父们才让弟子们见佛斩佛，见魔斩魔，全是因弟子还未进入如来真空之境，担心弟子们执着这些肉上的风景。如果弟子已知一切相虚妄，佛相魔相不管是些什么都是虚妄，如如不动就好，斩个什么？即使说空说有，谈佛谈魔也只是度众生的方便。